Thank you.这边人比较多哎，小朋友看到很多小朋友，正前方这一条的上方呢，右手边这条缆车还是左手边这边？那边的话是真蛮比较陡啦、啊，哦，就是蛮陡的横线。那还是要滑左边这一条、啊，这条就我觉得它写红线，那我觉得是缓缓的绿线。那其实我们可以等一下可以绕到这个缆车的下方，它应该会有一点点松松的雪。然后在右手边有一个像跳台的丘。然后可以大家去玩一玩。那我们这边滑一趟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坐这边从左边右手边这边第一条的，那是第二条，比较慢的一条缆车，然后坐到上面之后再回去。我有伞吗？要滑哪一条？没有伞。滑简单的吗？完全没有。对，没有伞。走。你看。转过去啊！你就是充电状态啊！你要不要开？他刚问说要滑这个缆车比较矮嘛，缓一点，还是想要坐到这个到上面很斜那边下来？都可以啊。可以哦，我怕在上面挣扎很久，太饿了，怕人家肚子这样饿。这样子啊？你关机啊、喔？你干嘛要按它？刚刚开始录了。刚刚开始录了。好，你先等等。好嘞。对啊。我看一下，在录了。好。那、我嘞，我开了没？你一直都是开的。你看，这样不是是很安全？忘记了吧？这回到浅的地方。哎呦，又要掉，又要掉了，好危险哦！太危险了。
棒。嗯。这小花怎么那么容易掉哎？嗯，烦。我看了。我想把它缝起来。那你下次再缝起来。对啊，它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活动？太危险了。我看了。你这几根没有办法弄掉，我们。对啊，我就在想为什么。你老师把它调过，还一直就，起雾。嗯。他说高的是去哪？高的是去，哎呦，我完全看不见上面了，高一点。嗯，重点是要滑哪里？就是也是滑下来，也是滑下来，就是上段，上段比较陡。哦，意思是我们先滑一滑才去吃饭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就先练一次这个、啊。对啊，就是都没有滑过就回去了。也没有。这是很亏嘛。既然教练说我们下来很难，那就是当然选安全一点的、啊。嗯。好冷。嗯，应该要把外套拉起来，我好像有点冷。其实我外套已经拿了，那就是真的冷了。等一下要记得。你说你现在觉得冷？嗯，我现在觉得冷。我觉得我刚弄好，还有说了，为什么？这缆车好缓慢哦。对啊。然后你看这里，圆圆一条哎。啊，你说柱子啊？对啊。为什么它还包成一条？对啊。然后搞得它很重。对啊，很神秘耶。要怎样才能结成一圈、啊？不知道，还要掉一小块。粘性也太强了吧！啊，我懂了。所以眼镜有没有起雾，就跟里面出了汗多不多？嗯。现在眼镜很清楚。那要擦眼镜的时候还得顺便擦脸，不用，那时候脸已经干了。我看几乎直反。哎呦喂，那个人滚欸，那个人，那个身上的人刚刚这样咻咻咚就滚了好多圈，嗯，然后端一搞不好他很厉害。但是他拿棒棒啊，是记的吧，拿棒棒也滚，那表示这也太陡了、啊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。刚刚不是这边啦，是这边啦，上段啦、哦。那个车坐比较上面，上段可能比较陡。哦、可能跟这个差不多，会跟这个差不多。对啊，那当然，既然教练说我们应该还不行，那就是还不行。真的吗？和田小屋是不是也这样？不是，我觉得效果不同。可能小屋可能是差冰，那个很难啊。差冰就是让你滴滴滴，但是它可能不像松雪一样，你最起码眼睛看得到、嗯，但是上面会不会眼睛看不到？我不确定。反正我们就是平平缓缓的很大片。哦，他站起来了，我看看他。是不是都松的？他才会摔倒。那两个体重有差。哦，另外一边差很多，女生那么瘦，我们俩可能是平的吧？我可能比你还重。是这样吗？嗯。好像过嘴巴里有根头发。好悠闲的缆车啊、哦！
嗯。哦，他下来了，他下来了，继续。好的很。那个好的很，那个刚可能真的是。没有，他这个可能没压过吧。所以很难滑啊，他就当然只会跳跳，你知道吗？那、哦、很难啊。那刚这个咚还没有起来过。不知道，那是斜板的。我看镜头，都很好。嗯、我的鼻子有照好。0.5公分。全都往那边去，然后体验一下。哦，到膝盖，是不是？没有。大概一半的膝盖，很难滑。他在练呢、欸，他后仰、欸、嗯，他在练浮起来、欸。嗯，他腰、小腿、大腿一定很酸。嗯，不想学这个，暂时不要。哦，我觉得是上面我们看不到还有多高，我是说看到的这部分感觉还好。嗯，但是不知道他上面车子，车子还有多高，应该有相当程度的斜度。嗯。看，而且有压跟没压又差很多，而且好像都是松的哦，应该会很惨，算了。就分开。哎呦！哦，又卡到我的棍子。是往右边吗？应该是啊。没有看到右边啊，左边好像没有人。那也可以啊。哦，好像也有一点雪的感觉。这边有雾还是眼镜？啊，是雾，是很雾。我的眼镜还蛮清楚的、啊。能见度看不太好。能见度好像不太好。讲一下这个地形哦，这个地形其实是一个它写红线，但是其实蛮绿的红线。啊，白鸟城安来讲是比较粗细、比较简单的地形，但是它也有很难的。像我们刚刚有看到那边很多那个一根一根嘛，哦，那个就是馒头哦，馒头的路线。像我们可能在冬季奥运会看到，就是一直在那边对，然后之后飞起来，然后后空翻，然后做一个旋转360，然后之后落地，然后再继续这样对，这个是标准的场地，只是现在雪太多了。好，来，我们等一下左边哦，我们等一下的这个方向呢，这个方向会是雪比较多，我们等一下可以试着哦进去一点点松雪，然后出来回到比较。雪比较少的一个比较硬的地形，然后试试看进去松一点，然后出来这样子试试看，然后多感受你的脚感。好了，我们先往下滑了。莫，你不进来哦，糟糕。不会动。你说什么？要帮你脱鞋。啊，没关系。哎，我看不见了啦。好。没有，还在，可以，我站起来，不用脱，没关系，还 OK。他一直
脚已经脱了。有吗？对。脱了吗？你左脚在雪里面。对。板子，我板子已经分开了，我以为没在。很好笑哎、欸，然后就整个跌下去，很好笑。两脚都拔掉啊。没关系。哎呀。倒了，你有看到我？你没有看到我摔下去？好好笑哦！你、哦、整个人趴了，你是怎样？我整个人挂下去啊！你进到比较深的地方是不是？他说去感受一下，然后要什么撞收血撞，然后我就撞了，我就整个人倒下去、啊。你刀刀了你？我等我一下，你过来一点。他满脸都是血。我再回去看影片，超赞的，你就滚出来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好了，整个趴下去。原来如此。就一点点就好了啦。我就想说，他说抽抽看嘛，你抽抽看，有没有再倒下去？Thank you.
这起来吗？这不要跳，你不要跳。我当然不要跳，我是说收膝盖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收膝盖、哦、那就好了。哦，它会有一个，简单讲，你上去的时候，哦，可以稍微先放慢一下，哦，就是你可以刹车没关系。那刹车有两种方式，一个是大三角形嘛，一个是左右转弯。那既然来讲，大部分都用大，可以先试试看大三角形就好了，我们感受而已，哦，就是上去然后下来的感觉。OK。哦，顺顺的啦。那最顶端的时候，我膝盖蹲下去，好像蹲下去了。哎呀，早就蹲了吧？不要先啊！有人先好了，我在后面。他说先刹车是？对，他说可以先试过。简单讲，你太站太宽了。你说冲进去的时候，因为这样你一进去，刹会突然阻止你，会有阻力。然后人还继续前进，你就扑倒在地。是是是。我的那个镜上，你可以再帮我拨一下吗？镜子哦，镜子很多呢。对啊。其实你的血镜，整个都。你脸朝下看。做司机啊，OK， 好，还 OK 啊，镜子上还有是有抖度的哦，但是大概就让我们感受一下，其实它的掉下去的感觉。帽子上也是，掉下去一百八，所以你正面趴下去了，对，正面整个。去看影片。OK， 好来，那我们下从这边跟着小朋友的位置吧。你看我摔倒，你在我后面是不是很滑稽？小朋友的，小朋友的啦，会骑的那个滑梯吗？跟小朋友玩的，应该不会滑下去的。会，它下面可能是个盆子。嗯，是。那就给小朋友骑的。来，再过来一点，再过来。我阻止人家进去。要吗？要玩吗？不要。没有没有，我懒得走下去。缆车哦，六号。在录吗？有啊。
子，你的棍子。没办法，收不起来。小心，你会跟我一样扭凹断。对，没有受力。嗯，真好听。哦，好痛啊，脚好痛。哪里痛？脚背的血管。对啊，要教学操。像我就关于感受一下这个，我现在比你还胆小，因为上次进松雪我也是抓。我那时候也是在苗场第一次吧，雪也有这样叫，就是那一次啊。我就看着是你吗？还是别人？也是这样，我就进去就折倒一半，我就趴。欧宝教练，嗯，他在干嘛？那每次的梗都是拉面。不要吃拉面了，你们在这吃吧。嗯。为什么那两个也都是外套很大件？什么意思？这两个人的外套也很大件。五个学生。干嘛？你没听到他在唱歌？现在还没有，现在才有。你打嗝哦？这什么歌啊 ？Michael Jackson。我知道是 Michael Jackson， 我不知道什么歌。我也不知道。还没唱到副歌。你看那个线是麻花卷。哪里？左上角那个。哦。对，他沿着麻花卷一直粘上去，就变成圆管了。他放好小声哦。嗯。对，森林这样看也还不错啊，这样往上看去。这里没声音了，喇叭坏了，那么安静。你看这里这么厚，体会一下，喇叭会走死，就崩，会跌倒。狼嚎哦！这些木头是怎样？小木屋欸，还有烟囱欸。我刚才在问这是什么，只剩烟囱欸。其他烂了吗？好像烂掉了。是本来有要盖没有要盖了吗？还是是旧的屋子要拆掉？一个烟囱。这边都没有声音了喔，就很沉默。哦，真的，这个雪板就是一直摔哦，好辛苦哦。这些又有一个有声音的了。嗯，好远，不会到站吧？只听到啊啊！你别吵。来，那个棒棒。哪里？你看左上角，那个已经真的就粘成一圈了。嗯。所以是螺旋。帮我开好外套后面。OK 啊，好的。很冷哎，帮我拉下来一下。什么叫拉下？屁股没有。就觉得还有个空洞，我很冷。你不要靠背。我不是，我刚。我想要拉你屁股啊。不行哎。你整个勒住，哪里勒住啊？外套太紧是不是？下面对啊。口袋放还有东西。我想把你下面往下拉，但是我拉不下去。对啊，就是外套放还有东西拉不下去。嗯，有啊，我也是靠背在那里。我看是到站才有营业。你不要吵，我就只能听到这样。
加唱吗？没有。这样放起来，拉起来了，不要。不要。铁板搬的，那边被挡住了。他们两个教练一起行动。啊，走。嗯，六个。好了，拿放放，拿放放。都笑了，你比较早，你走开了，讨厌，怎么讨厌？还说我比较重，重就重，重就重。哎，我在后面，我们在后面。不灵，感觉会摔倒。很多条，来，好，我等会先帮大家拍一下影片，然后也避免大家可能来，我们来讲一下哦，看一下，可以来讲树滑树林最简单的，有没有觉得滑树林需要什么技巧？你们觉得呢？转弯，转弯，哈哈哈，不是啊，跟别人的线，跟别人线也是一个，但是有时候别人线会掉进太快了，掉进沟里。很简单，有高，很简单，离树远一点点。好，好，再来讲，我们再从初学，我们可能在这里不是那么理想，因为这里上面是缆车，我们往前一点点，好，先往前一点点，来，先侧，侧过来，先侧着过来，感觉就是一堆准备身体折下去。对，先转，先侧过来，我们这样离开那个缆车下方。会被人家弄下来的东西。对对对对，不然下楼梯怎么转？好，先插进去一点，但是太进去了。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好深哦！不要插在里面了。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来我讲一下哈、哦。简单来讲，我们一开始初学都会教说我们要去看你要去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那很简单，就是不要看着树。好，看着树就撞树。OK。好，来，大概等一下自己找轨迹出去吼，只要是往那个方向都可以，往那个方向都可以，哦，不要不要，反正我们现在进这个树林，不管怎么样都出得来了，然后都会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OK， 好，来，那我先走一小段，
那里有个小跳跳、哦。对啊，我不想走那。小跳跳的地方膝盖就放软一下。不行，我上次就摔倒了。莫，你停。什么？我来爬坡。不用啊，你先往前冲就有速度了。好，往前滑两下就有速度了。好了。路道都你在走路。哦，真的吗？好、哦，没关系。哎呦，哎呦！让我想一下，上次教怎么下去啊？就下去啊！还是斜斜的切着，你不要切着边边吧。哦，它下去了。小心哦。越过去越陡哦，好，慢慢的侧侧。是哦。也可以，好，一步一步往下走。那怎么办？横着走，横着可以啦。你横着走，因为那边越上面越陡，你这边算还好的。你要直接下来，那个还好。或是你们往前，你们男生往前，他直接直冲，然后往那个方向转就好了。对，好来 ，OK， 直冲，然后右脚踩一下就过去了。好 ，Go。OK， 很好，对 ，Nice。那我选错边了怎么办？对，你选错边了。那我要回去吗？你就一次来吧。重心往前压着你的膝盖，直接右脚踩下来就出来了。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别往后仰。哦耶！吓死我了！我的脚趾已经抓到了极点了，我觉得我往前蹲一点，我觉得我脚趾受伤。往前，然后膝盖压紧。但是我的脚在里面抓地，你不应该抓的，抓就没了。要抓地啊！哦，我脚趾受伤了，我真的，我真的太用力了。他在拉他一下，我的，因为脚趾在里面要抓。好酸哦，直冲，又要直冲了。哦，有个上坡。哦。但是上坡还好吧？嗯吓我一跳！
在我后面吗？你是要吓死我吗？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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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力了没力了。坐最好的我觉得我好像跌倒跌太多，我膝盖有点痛。
力太了。对啊。关了。关了。吃饭时间。